这一分钟先收割领先三分的八局八四。
84哦，领先宜兰高中。哦，所以这个几分钟的比赛哦，今天可能有一堆乌龙出去。包括在遇到现场的其他评论记者是两头跑啊，楼上看啊，看楼下，楼下看完看楼上。好，陈安，一路飙进了三分球，飞进了八万。
对，是两分球。这个球刚刚看到裁判确认是第两分还是第三分？裁判现场是确定是一个两分球了哦。再来看一下有没有裁到线上在这边啊？没错了哦。裁判也能确认，第一次确认是两分球。Thank you.